呀，那草啊，菜一样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乔，今天给下雨了，下雨了，刷车，给车一跟磨磨一蹭就完事儿。吃狼的甩焦了。刷车正好啊，啊！看这刷车刷的啊，干不干净？专业刷车的啊。一分钱不花了，刷这车。什么板呢？急眼了。咋的了？这包得把毛毛蒜糊了。把毛蒜糊了？啊。捏啥呀？捏啥呀？干啥呀？把摘一头。难不摘的？把陈志新啊，陈志新还没干完啊？咋呀，陈志新？给你媳妇拿去呗。媳妇，妈，这下消一枚轮。倒出来给我。还得倒出来啊？嗯，那还出啥？刷完车刷墙了呢，这么厚呢？他说大不了要吃枣子吃了，这多大个？我没有味儿啊，我没放哪去啊，我在南平呢。别老宅着。哎呀！不用洗啊，这雨水都浇了。好，大塑料桶嘎了，给它掉到里面呢。大塑料桶？大塑料瓶子嘎了装水，掉也行啊。掉两个。行啊。养两天就能下地了吧？给两天。